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
法律相关问题。其他资源，版权说明中心。什么是版权？什么是版权？哪种作品可受版权的保护？版权所有权会赋予版权所有人使用作品的专有权，但有些例外。任何人只要以实体媒介创作出原创作品，即自动拥有该作品的版权。有许多作品类型可受版权的保护，范例如下：视听作品，例如电视节目、电影和线上影片；录音和音乐创作；书面作品，例如演讲、文章、书籍和音乐创作；平面作品，例如绘画、海报和广告；电玩游戏和电脑软体；戏剧作品，例如戏剧和歌舞剧。如需相关资讯，请参阅 Copyright Office。 如要进一步了解版权，请洽询律师取得相关资料。有办法使用版权作品而不侵害版权吗？可以，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够使用版权作品，但不侵害所有人的版权。如需详情，请参阅 Fair Use 合理使用译文。请注意，我们还是有可能根据侵权申诉将您的内容移除，即使您表扬版权所有人为使用侵权内容从事商业活动，为使用侵权内容副本而支付相关费用，发现网际网路的其他地方有相似内容，购买内容实体或数位副本，自行从电视、电影院或收音机录制内容，自行从教科书、电影海报或照片复制内容。声明您无意侵害版权。某些内容创作者选择公开自己的作品给他人用于二次创作，但使用人必须符合特定条件。详情请造访创用 CC 授权。Google 是否能够决定谁可拥有版权？不行， Google 无法调解版权归属人的争议。我们收到完整且有效的内容移除通知之后，就会遵循法律移除相关内容。而我们收到有效的抗辩通知之后，便会将抗辩通知转寄给移除要求提交者。如果之间仍存在争议，双方事主就必须亲临法院加以解决。版权与商标有什么差异？而版权与专利又有什么差异？版权只是智慧财产的一种形式，它与商标不同，因为商标是用来保护品牌名称、广告标语、标志和其他专属资讯遭人冒用的工具。此外，版权也与专利用于保护发明物不同。版权与隐私权有什么差异？即使您出现在影片、图片或录音中，也不代表您拥有这些作品的版权。举例来说，假设您的好友帮您拍照，对方就拥有这张相片的版权。如果您的好友或其他人在未获得您许可的情况下，上传其中有您的影片、图片或录音，而您为此感到个人隐私或安全受到侵犯，您可以提交隐私权申诉。
侵权通知的要件。只要您使用我们的法律疑难排解工具，就能轻松提交申诉。版权通知必须包含下列元素。如果您不提供这些资讯，我们就无法根据您的要求采取相关动作。一、您的联络资讯。为方便我们与您洽询申诉相关内容，请提供能让我们与您取得联系的资讯，例如电子邮件地址、实际地址或电话号码。二、您认为遭侵权作品的说明，请在申诉中清楚、完整地描述您要保护的版权内容。如果申诉标的涉及数个版权作品，您可依法提供这些作品的代表清单。三、所有疑似侵权的网址，请在申诉中提供您认为侵害自己权利的内容网址，以便我们找出相关内容。只提供侵权内容所在位置的资讯，不足以协助我们找出该内容。请务必提供侵权内容所在的网址。四、您也必须同意并附上以下声明。本人确信，上述疑似侵权的版权内容使用方式，未经版权所有人、其代理人或法律授权。以及，本人仅此宣誓，通知书中的资讯皆正确无误，且本人即是版权所有人，或是专属权利疑似遭到侵害的所有人授权的代表。以上声明如有不实，本人愿受惩处。五、您的签名。完整的申诉必须包含版权所有人或授权代表的实体或电子签名。您可以在申诉底部输入您的法定姓名作为签名来提供这项资讯。版权说明中心。什么是版权？什么是合理使用原则？版权常见问题。Copyright 2021 Google 隐私权政策服务条款。针对何项内容提供意见？